哦，这个企划太难了，根本想不出来啊。我也是啊。不然我们听首歌来嗨一下吧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主管哈，平常很会指挥吗你？哈？喂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是 ，OK， 好好，马上。哦，冰冰，我看到肚子好饿哦，好饿，就是要来吃东西啊！哎呀，哇，耶，呀，哦，冰冰吃好饱啊！什么？这是我一个月的零食量哎、欸。这种男人满街都是哎、欸，好不好？这人家就忘不掉啊！我忘不掉啊！你给我开乐。你是不是不想他了？是啦，我快累死了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啊？不是，不要拉我，我不想活了。不是，压力大叫一叫就好了。像这样，主管是大白痴，这样子，主管你是大白痴，再用力一点。好，你是大白痴，大肥猪，比我还胖。哇，受不了！哎、这些老 YouTuber 不知道拽什么、哦，我也不知道 YouTuber 到底在拽什么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跟九妹分手了？嗯，啊，不要难过了啦。你看，你喜欢的美珍正好在网罗大明星唱歌，哎，你听。刚好是分手的歌。什么啦？哦，不要难过了，不要难过。哦，加班好烦哦。你现在在追 Love 的剧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半熟少年超热血的。哦，正港男子汉追什么剧啊？来啦，喝酒啦，来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也太热血了吧！哎、欸，刚不是说不要看？哎、欸，最近要吃土了啦，你就不要再逛购物网站就好了啊。可是我又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你就去看看 Love 新出的剧嘛。你看，像我家 baby 最棒了、啊，走，我们一起去运动。天哪，你怎么又买那么多 ？Love 有好多开箱影片，超好买的、欸。哎，你在 cos 丑比头、哦？嗯，太丑了吧？要不要看一下 Love 的节目？很实用，还有彩妆节目，看一下。我上厕所。哇，好正啊！哇，笑成这样，你又在看 Love 的影片哦？对啊，就放松一下嘛。100种联想的 baby， 超疗愈的。哎、欸，那有我可爱吗？给我滚啊！还是 baby 最可爱了啦。